今日咱来经文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吼，其实伊那较完整的会照会对十三节来吼，啊，毋过伊经课表为十五节开始吼，好多咱的啊，维丁都已经有念过啊吼，啊那照和合本的写法，伊为十四节后壁开始这段经文吼，就是讲。就是亲像调令的实行，令本身也着罪性，伫一切会行罪。好，我刚在念的时候，我咧念时候，你有听到我是念性对不哈？赫本是写圣洁哈，好，赫啊奥吉古，下面呢下面第十六节是引用。利未记哈，利未记所写的哈，讲令你们要圣洁啊，因为我是圣洁的。好，这是利未记哈，这是亚哈上帝所讲的哈。啊，咱汉字本的写法是令着罪性，因为我是性。好，亚哈的第一人称的讲法，令着罪性，好，因为我是性。呵，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奇怪，赫本。华语的和本翻译作圣洁，好，阿兰的汉字本跟他写啥？行，哈，好，或是有人把它翻成神圣，哈，这个差别在哪里？哈，其实这个圣洁是一个，不要那讲，它是一个弄巧成拙的翻译，哈，它应该算是不错的翻译，可是。不好的结果因为各位兄弟，你看了圣洁，你把眼睛照到哪里去？你看圣洁两个字，眼睛在圣还是在洁？洁对不对？你也照去洁去哈。啊，不过伊重点不是洁，重点是圣，是 holiness 哈。这个神圣，这个那用的上帝，你形容上帝。那会当凸显上帝超越性吼，超越性，甲受造物无共款的所在，伊的超越性，伊的完全的纯洁，吼，啊，伊甲罪一个相对的绝对的一个概念吼，这个是用伫上帝顶面咧讲神圣吼，圣的时阵，吼有即款的意思。啊，毋过那用伫人吼，在描述人是神圣，人是圣的。其实重点是在后面那句分别出来就是说那这群人去给上帝加罪性前罪性就是他去给上帝分出来分别出来在创世纪有很多这种的观念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将光对黑暗怎样分出来分出来啊，伊甲空中下面的水，甲空中顶面的水，安那分别出来吼，这个都是圣的概念哦，分出来哈。啊，伊上数第七天，什么经？安息经哈，使之为圣哦。这个很特别哈，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描写时阵哦。上帝跟他称时间为圣，第七天安息日为圣。上帝迄个时阵没有称人为圣，上帝只有跟他把时间、把迄个安息日分别出来，使之为圣。所以你咱爱去回去想，不要一直想到节，去想迄个神圣的概念上面回啊。上帝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一些人的加罪什么？性，好，因要加罪性，所以来过清气的生活，这是加罪性的集合，好，所以不是说圣洁这个翻译不好，它是一个念伤紧，念伤歪去，哈，伊的概念神圣是被分别出来的，哈，是被分别出来。所以，因为你咱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上帝国的百姓，伊去上帝分别出来了后，
过洁净哈，清洁的生活是因的记号，是他们的记号，所以他们要过洁净的生活，好，所以是因为神圣，因为圣，所以才清洁。好，你看一些人，伊不止伊连食的物件，买分清洁，无清洁哈，因忙的，因所有生活一切，拢做讲究哈，迄、那个清洁甲无清洁哈，因为因是安那，上帝安那。清罪显的分别出来的，所以是用洁净。各位，他这因为显看不到神圣，显看不到，所以用洁净去指涉，用洁净清洁去指涉那个神圣显的概念。所以只有干那一些人会变罪无清洁。有个概念哦。一些人因食物件分清洁无清洁，洁净不洁净，干那以色列人会变成不洁净，外邦人都没有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了。就是讲外邦人无神圣不神圣的问题，因为因无互上帝啊呐分别出来，是干那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较会去分清洁无清洁，吼。所以只有以色列人，他在食物上面也分清洁、无清洁，你生活顶面爱分清洁、无清洁哈。同款各位啊，这咱是基督徒，我说常常说咱是 2.0 哈，上帝国的百姓啊，咱嘛是叫上帝啦，分别出来哈，加罪行，加罪行哈，所以加今日的经文，他就要要求哈。讲令的爱的所做一切，哦，爱清洁，要洁净，要圣，要洁净，哦，所以第六句，伊讲令既然称伊叫做爸，哈，你们既称他为父，他原文没有这个他，哈，原文没有这个主，哈，没有这个字，哈，英文比较好翻，他就给他一个 who， 给他一个关系代名词的 who 啊，好，你们既称为父，你称伊加罪列杯啊，这列杯它有两个子句，两个关系子句来形容这个父是怎么样的父，哈，一共这个父是安那，无用外貌出人，不偏待人，啊是教达人。会行罪来审判的，哈，就是秉公对待人，哈。各位看这里，咱现在若无熟客看嘞，哈，就过去了，哈。这个要思考一下，哈。伊讲这个上帝是无用外貌出人，是照达人的行罪来审判，哈。咱人唔是安尼审判人，咱唔是安尼看人啊。伊讲这个上帝不偏待人，伊是照达人的行的行罪来审判人。啊，我那咱哪嘞？那是咱人嘞？我们人呢，我们会偏待人，我们会 partially 哈，一个 impartially， 这个兄弟是 impartially， 怎么偏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伊强调讲这个兄弟是照达人的行罪，哈，来审判人，哈，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不只是你行好，你做好做歹，你有上帝要用你所做的一切啊来审判你哈一个人哈，不只要这样想哈。咱知吼，咱伫世界所有的判断拢是用比较的，是吧？好，我会甲这个性格对所想的，甲另外一个把个性格对。来做一个比较，啊，就讲哦，这个安那较好，还是安那，还是较歹？好，伫世界人的眼光，拢是用比较来做判断。好，同款人嘛，同款，哦，咱会讲哦，这个牧师好还是歹？咱会是咱安那比较，哇，咱安那判断，提伊个安那啊，另外一个牧师来比，还是提伊个正经的牧师比，同款牧师率嘛是安尼。好，哦，啊，是咱任何一个哇，这个长老有赞无？哦，因为伊比其他的长老
表现较好，我们会这样判断，啊，不过上帝呗，上帝不会，哦，impartially， 他是秉公判断的，秉公，哦，他是公平的判断，什么叫做公平，哦，各位，这叫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在看你的时候，不把你拿来跟别人做比较，来判断你的表现好还是坏，上帝会把你拿来跟什么人比较？跟你自己做比较，哦，上帝会把你跟正常的你做一个比较，上帝要看你有进步吗？有更加好吗？有更加完全吗？有更加圣洁吗？好，哦，咱既然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人，伊要看咱有成长无，好，所以上帝是叫达人的行罪来审判人，哦，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而不只是看想成说，哦，上帝要叫你所做的一切来审判你，但尔，伊是替你甲你家己做比较。佮下这有当时啊，咱看家己无需要甲别人比较来显明咱家己好啊歹。咱常常会用世界这个方法来做判断，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会做一款无好的代志，咱会去批评别人，啊来显明家己安那较好，会袂？啊，你们都不会哦，啊，只有我这样子哦，哦，我就说啊，别的牧师都不怎么样啊，只有我怎么样啊呢？啊，你们都不会这样子哦，好，我们。常常因为要用比较的方法来表明自己较好的时阵，咱就会去用这款的思考吼。更下是重新去考虑一件代志，上帝不是安那看，不是安尼看咱的。吼，上帝是用咱自己甲咱自己来做比较。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会把咱的性格当作是咱的优点，把咱的 personality 当作咱的优点在选用。譬如讲，有的人会不会就是很温柔？哎不，伊的本性就是较那，较温柔吼。所以，咱若这款的人放伫性格较急的人，放做伙，你就会马上讲，我，哦，这個，人较那，较好，较温柔。各位，这个叫做不公平哦，这个，叫不公平哈。咱，哦，把这个人的本身 personality 以人格特质当作一个优点，哈，哦，在做比较。啊，不过吼，哦，伊们有一个讲法不太一样，很像叫做 character 哈，哦，character 哈，哦，他迄个生命的特质，迄是培养出来。生命的特质，这个可以成为优点，哦，这个可以会当真做你会当感觉欢喜的代志，就是你生命经过成长，你培养一挂的特质，哦，这个是上帝要看的，哦，所以再一次，各位兄弟，再一次提醒，上帝伊是公平的审判，因为伊是叫咱达人会行罪，哦，伊袂提咱去甲别人做比较，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啊，咱实在唔免伫人的背后一直咧批评，一直咧批评，吼，哦，咱若咧批评，咱伫个面头前讲较好，吼，哦，因为安尼伊唔只安那，有机会安那进步，对无？吼，哦，你若感觉啊，咱这个兄弟吼表现无好，欸你伫个面头前讲，伊听，欸，可能也听到你的重点，可能有一挂做一挂改变甲成长吼。我来过年过已经高档啊吼，欸，有较老，真正有较老吼。那是进前吼，较早的时阵吼，若有人甲我讲，我会改水呢，我会改水。啊，当牧师哦，你安尼无好啦吼，当牧师你这件代志是我会解释哦，我为什么这样做哦？你误会了，其实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跟他说你这么老旧的跟我说，你会发现我现在是怎样？我现在比较少解释了，我现在都好听到我就点点，虽然心里还不爽快，但是我的点点现在比较老了。尤其最近有一个经验，最近这一两年有很多媒体来访问我，现在访问回去他要写对吗？如果较礼貌的吼，伊写好会寄来给我看，看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吼？一开始吼，我这认真的呢，这句我无讲哦，这你误会啊，不是啊，一定要改个看起来这脚皮安尼，较要给伊登上去吼。后来吼发现吼。这个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现在跟我采访了，他现在把他写出去，我现在看说，哈哈，跟我怎么？没什么同样的，不过我心里忽然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他看到的我啊。我虽然认为说，他看到的我，跟我认为我怎么？没同样，不过我也没想要给他改，因为这就是他看到的嘛。我来给人这样看到的表示，其实我就是这样表现嘛，所以我现在都不改，我现在看他笑笑，这样啊，原来你是这样看我，哈哈哈哈，有够趣味，那不是我啦，我来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就变成自己要做一个反省，如果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给你写这样，表示其实我可能要做一点调整哦，对吧？好了，你们现在对我有意见可以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不会反驳哈。来，你得要存敬畏的心哈。在圣经里面讲到敬畏哈，熊熊一起跟他畏惧，咱汉字也自己再加一个敬。不过这个所在伊是两字，这个所在伊说你要存迄个尊敬，甲会惊吓的心，一个再是讲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咱第一是讲着存敬畏来经过恁徛脚伫世间的时阵，这个徛脚伫世间，这个都是很那个。文言文的讲法，那用很白话的讲法，那个虾呢？哈，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啊！伫这个世界过安那，外国人的日子，嘿，这彼得的意思哦，彼得意思讲哦，其实您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啥？是外国人呐、啊。好，你那外国人，你知影你是来安那？来寄卡哦，写写的，你得要安那？你得要走吼，你会买厝未？你租厝就好嘛，对不？好，你不会想要直接定下来，这就是彼得在讲的，各种基督徒啊，恁是上帝国的百姓，好，恁伫这个世间，好，恁爱知影恁是什么货？恁是外国人，好，啊，不过咧存迄个敬吓、尊敬的心来过这款日子，唔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怎啊？青青菜菜，垃圾黑白蛋，好，反正不是阮家，不是，你是存着敬畏的心，知影你不是属于这个所在，你是外国人。了去，各位一个小讲，彼得继续讲，你要知影彼得的写法不像保罗这么连贯，哈，伊讲，你知影恁得到救赎，不是靠着会休暖。在灾民，不是靠着这个可以估量的，会当省的，会当看到的，有价值的这物件，有价钱这物件，来得到恁的救赎，你们从这个罪里面得到救赎，不是，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现在就讲到基督了，这个基督，伊讲是上帝的创世进程的。我们的圣经一律翻成预知，
哦，预知哈。阿姆哥的密色，他黑明出来哈。好，一共这个事情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叉叉。等一下，咱来讨论这里预知哈，叉叉。阿姆哥的即马末世，他黑明出来哈。咱来看第一句，基督在上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预知哈。那一看以希腊原文哈，其实那个预知可以把它翻译成预定，或是翻译成什么拣选的拣后啊。好，啊这哦，那哪边上神学课哈，这当上三堂课哈，讲预知还是预定还是拣选哦。其实咱今嘛个动作这三个是赶快，那你好不？就是讲，重点不是要跟您讨论什么叫做上帝预知、上帝的预定，还是上帝的拣选哦。我常来讲吼，我常来跟咱听这讲，上帝的存在是什么？是什么？是超什么？超时空的，对不？好，超时空，你要怎样？上帝那超过时间，有没有预的概念？你能不能用预去描述上帝？这个预知预定，你有这个预的标题弟弟对，你在时间下面才有预啦。哦，讲清楚不？譬如讲，咱明仔载要去一间这，这人要去食的餐厅，惊无位，咱即马先干啦，预定对不？好，咱先个定落来，好、哦，那表示我们在时间轴下面。才有办法预先给定下来，是不是？啊，这个上帝需要预先吗？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时间外啊、哦、所以我就不跟你们讨论上帝的预知预定啊。哦，讲清楚不？好、哦，在这刚才要讲一个概念，上帝的进程的创世进程，这件代志就定掉了啦。好、哦，就是耶稣基督是咱，咱要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这件代志，就已经定掉了。阿姆哥伊要讲啥？但是在什么？这个末世才怎么样显明出来？哈、哦，显明出来就是启示出来的，就是讲 Henry 和人看到末世是什么意思？各位兄弟，末世不是指世界末日哦。他有一天，砰！彗星撞地球，哇！也不是在指基督第二次再临，那个时候叫做末世啊。其实圣经新约的讲的末世是指什么？主要说基督第一届来，跟第二届来中间这个时间，好，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第一次来临的时候，耶稣说：“我，你哪看到我？”好，耶稣说：“你哪看到我用圣神的规律？”在异地在赶鬼的时阵，就表示上帝已经安那，已经临到末世，就已经从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了啊？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哦，基督各来临时阵才结束。所以各位兄弟，你们是不是在末世？是不是啦？好，我们在末世啊。彼得、保罗因那个时代是不是末世？也是啊！哇，你说这个末世有够久、哦、已经2000年了，还在末世、哦、是，没不对哈、哦。他说在对基督以后，耶稣基督是救助这件代志，才被怎么样？才被显明出来。这件代志被显明出来之前，这件代志已经定掉了。这是彼得要讲的一个重点，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已经确定了。不过，一直到2000年前基督降临死以后，然后死埋葬九天了后，这件代志才安那显明出来哈。我这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讲，在耶稣基督真做救主的这件代志显明进程，伊头前的人。嘛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才可以让来信上帝。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比那个摩西，因家的人嘛是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当跟上帝和好。只是因安那，唔知呀，因为这件代志
其第一，第一世纪才怎么样？显明出来啊！我安尼讲，唔知道有讲清楚不？哦，就是讲古约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跟上帝和好，也是什么？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只是耶稣基督还没有生，还没显明出来。好，这是在耶稣基督进前，所有的人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跟上帝和好，跟咱同款。咱是耶稣基督以后的人，咱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的？是吧？好，哎，这就是出一个问题哦。我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个概念哦。所以，大卫王、所罗门王知不知道耶稣？知不知道？不知道。认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有没有信耶稣基督？有没有啦？没有信耶稣基督，对不？可是他们有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不？哦，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哦。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不没有信耶稣基督，可是是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哦。有听清楚哦？世界上有一种人，有一款人，因是无信耶稣基督，啊，毋过是借着耶稣基督甲上帝和好的哦。好，听听安尼就好啊，这样你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伊讲，恁在请车驾的代志，比如讲，恁在请车驾的代志，好让我们的翻译是好让恁的信心跟毋忙拢在滴上帝，这个不好哦。翻成因此比较好哦。恁在怎样在代志，所以恁的安那，恁的信心跟毋忙拢会当在滴上帝哦。In God 哦，在上帝里面哦。跟下这。什么叫做来熊不会那边跨起股哎？什么叫做烂的信心跟唔忙拢在的兄弟？好，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是在上帝里面的。刚才回去看哦，回去看前面有一种人，他们不认识因无实在耶稣基督，因无相信耶稣基督，因嘛是会当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对不？是不是？好，什么叫做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 in God， 在上帝里面？咱基督徒讲信心、唔忙加三位，咩？信望。好啊，讲华语才接得下去哦。信心、唔忙加三。仁爱，对不？哈，三个哈。波罗公上面上大，听听上大，对不？哈，其实波罗是用永恒的概念，伊在讲听上大。其实，咱若照圣经来看，是信心上大。好，什么意思？哎，各下这当有一天，咱拢会当甲上帝当头对面的时阵，你敢够有需要信心？信心是什么？像信心是看袂到，还去做才叫信心嘛，是不是？你哪一天看到上帝啊？你甲上帝当头对面啊，需不需要信心？不需要了啦。需不需要盼望？不需要了啦。需不需要爱？不需要了啦。啊，当然要啊！你跟上帝当头对面的时候，你有关需要听，对不？这个是波罗为什么说听上大？好，他用永恒的概念来看，听赢过信心跟唔忙。啊，不过各位兄弟，咱今麦看到上帝阿未？看到阿未啦？看到的嗨啊！你看到？我们现在看到上帝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的时候，信心最大，好，信心上大。啊，不过兄弟，信心刚看会到，人表现，咱要表现对上帝的信心，要怎表现？咱来看，唔忙甲信心这两件代志。其实，
你这个人有五望，无五望，看会到，还是有信心，无信心，看会到？盼望是一个外显的动作，信心是一个内在的动作。好，我若有信心，我就有安那有五望的表现出来。好，所以在这伊要讲的。上帝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相信上帝，他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